那个城堡，因为我们有时间的哈，那话是上看礼拜天不开门，而且礼拜六那会塞人这样子。看气的时候，他们就住那毯子，我打死不住的，我那常会下雨，你知道吗？下雨那毯子一方面的话，风大，所以也没办法冷；，要不然下雨的时候，他毯子啊，那日本人。哎，那个雪怎么没有？看不出来啊。你看你在做的时候，记得就是不要站起来，不要好好打好。Unten gleich weggehen zu zweit. Lift the slide one out immediately, slide two or three together, hold together, then it's okay. 对啊，
呀？另外，在维也纳的北边，过了多瑙河的对岸，还有21、22两个新兴社区啊，在维也纳合并在一起，结果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到了1945年呢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，当时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整个24个国家的光辉时刻跟着努力。这一天的决定为国庆日的方式。